张智霖、袁咏仪日前带埋仔仔魔童一家三口就去咗北海道滑雪。靓靓呢日忽然就喺 IG 度上传魔童戴住手部固定带同吊盐水嘅相，相信系滑雪嘅时候受伤。靓靓就报平安指仔仔已经出咗院，好多谢咁多位医护人员嘅照顾。又话今个新年大家都要面对好多挑战，需要好强嘅自我承受能力。希望大家原谅佢哋一家冇出现拜年，因为想报喜不报忧。得知消息的网友都纷纷留言，希望魔童早日康复啊！